前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秉钧因案退选，民进党正式征召现任市议员郑文婷参选基隆立委，对战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。对此，林佩祥也强调自己将全力以赴，一步一脚印，倾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，把基隆人的心声带到国会去。针对昨天民进党党中央已经提出来基隆市新的参选人来参选，这是2024立法委员选举。佩祥对此感到尊重，不过问到佩祥的心情的时候，我个人还是一样，我会秉持初衷，全力以赴，一步一脚印，倾听所有基隆人的心声，然后把我们的心声带到国会去。另外一方面，全基隆市民都很关心的前立法委员参选人张秉钧、张义作的司法案件，佩祥希望在这边提醒司法单位能够勿忘勿重，然后尽快给他一个公平的审判，让我们所有关心此案件的基隆市民有个交代。林佩祥也表示，希望和郑文婷来一场君子之争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